没有三两三，怎敢在美食界称之为王呢？在桃园大兴西路与同安街交叉口，土地公庙旁的台湾寿司王，搭起红色拱门式的招牌，强调新鲜严选，一律现做，就显现寿司王的气势。台湾寿司王开店以来，陆续研发制作出三十几种口味的寿司，包括泡菜、叉烧、全麦、起司、海带芽、蜜汁鳗鱼、花寿司等等，随时都有创新独特的口味。但即使称为寿司王，价位却相当平价，生意好到服务生与厨房必须使用对讲机补货，也做出大型日式餐厅的气势。